玻璃心碎好自卑，他被嫌胖却无所谓。以前公司有陶子杰啊、天心啊，记者都会多跟他们讲两句话。那为什么好像我们都坐在旁边都没人理？记者眼睛大，你都觉得他是不是讨厌我在凶我？上节目会被揶揄。你老公不是健身教练吗？你怎么还这么胖？我心想说，我老公就喜欢我这种欧美身材，看起来多汁又 juicy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